您俩吃过带钢管舞的俄餐吗？没有。走，我知道你开个眼睛。这个一会儿有表演。Hello, Blue Bean。什么意思？上菜。我在俄罗斯的时候啊，我也经常在普达蒂的餐厅用餐。普达蒂经常喝的这个酒，法国甄选，纯进口的，这里也有。这红菜汤味道就是像莫斯科阿尔巴德大街里面那个 Wet Rabbit 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你沙拉就是圣彼得堡水上餐厅的味道。那烤肠的味道就是巴布洛夫那个庄园餐厅的味道。这鸡翅的味道啊，是莫斯科卢布大街那个狩猎餐厅的味道。我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之上啊，尝到了一种鱼的味道，就是这种鱼，龙利鱼。我跟大家推荐一下，这个是俄罗斯的蜂蜜蛋糕，特别好吃，我替你们尝一下啊。刚刚跟大家说的是普达蒂在俄罗斯御用的餐厅，要想在那儿吃饭，您不得还去趟俄罗斯吗？现在北京就能吃到这种味道，实属不易。这里啊，老板确实挺讲究的，听说我在俄罗斯工作过，马上告诉服务生，价值380的法国甄选送他了，太意外了。这瓶酒在俄罗斯最少卖8000卢布，这顿饭吃的赚了。老板说啊，欢迎大家来品尝，另外点我这样的一个套餐298也送您瓶红酒。咱这大餐也吃完了啊，我再教你们俩一句俄语，叫 Das Vidania。